早场部的志工手快脚快地把大米等物资一一补到位。你先过来，你看看。乡亲们来了，天冷，可不能让他们久等。来，一个人，来一。有的老先生一个人孤单单来，志工二话不说，大米扛上两肩送到单车上，再加一句贴心叮咛：回去啊，回去就船上，可别不舍得船，这衣服结实的很。原本设在室内的义诊站，为了更方便乡亲进出，移到了广场上。问诊用心，也顾到患者的生活情况。哎呀，很感动，这个没想到这个慈济人这个默默地付出了这么多。我是这次是真有体验了。小圈儿，你好，你好，开心节好啊，开心节好啊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河南报道。